其实我觉得无时无刻他都还蛮幸福的。对啊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急怒哀乐囧，我的手一直比耶居居民，你要先躲起来，老公要先躲起来，有没有？最帅的时候就是订婚那一天啊，他走进来那个容光焕发的样子，哦，很有自信，然后觉得他自己很帅，然后很心情特别好，走进来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哎，那天的他特别帅，对，因为你自己你又恋爱一次，我也是，我也又恋爱一次，喜怒哀乐囧。我们是回家嘛，啊，楼下因为我们住公寓，啊，我先开门，他会先进去，然后我就开始追他，追到他我就会戳他屁股，然后他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我就一直追他。这是我最幼稚的游戏，对，玩了五年了还在玩。对，然后他就会停下来叫，就很鄙视的，我就换我在后面，换我戳他这样子。谢谢他，就是包容了我这五年，甚至以后未来的时间了，啊。跟我家庭因素的关系，就是，他会比较辛苦一些。结婚之后，他还是可能要工作干嘛的，还要一起工作赚钱。我也是会努力去赚钱，为这个家，哎呀，打拼这样子。谢谢他。不管你之后退伍出来，你想要做什么，你只要想做，我就会支持你。也不管说未来到底是不是就是会成功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我们还年轻嘛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是泰国人啊。